大家好，我是明道我已经入住 UFO Town 了，我的 UFO 的简码代码是1831，很好记吧，因为我是183 Club， 然后在排里面排列我第一个，所以我是代码是1831。然后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说的话，想要发给我看的信息的话，你就在你的简讯上面前面先编辑1831，然后后面加上你想说的话，可能十个字，可能100个字，不管，最后呢发送到这个地方1066919155，我就可以看到。我会在各种不一样的时间，也许我现在是有空录影的空档，或是怎么样拍戏的空档，我都会上去看。看了以后，也许我就有机会回到你的简讯。因为我会随机的看，也许是特别有意义的，或是特别好笑的，特别怎么样的，我会随机的看，然后随机的回，不一定每一通都能够回到，但我会尽量的做。我很珍惜这个可以跟你们直接一对一通信的这个空间，然后这个方法，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跟我说的事，就尽量发送到1066919155，简讯前面加1831，加上你想说的话，谢谢大家。猴子吧，我属猴，善良、孝顺、守本分。所有作品中最满意的角色，以我现实现地来讲，最满意的是即将在6月27号湖南卫视播出的《微笑在我心里面》的梁如芳。也许有机会，我想要挑演一个，可能跨度10年吧，可能从年轻人演起，比如说从25或30演到40岁之类的一个跨度的东西。因为其实并不是说我很有信心想要去做这个事情，而是我想要拍戏，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成长的方式。我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剧本或这样子的一部戏，让我提前可以，也许可以感受到也许我40岁会是什么样。最近拍的一个最新的戏呢，即将在6月27号在湖南卫视的晚上10点播出。这个剧名叫做《微笑在我心》，然后主要演员有我明道，还有又见一人又梦的张嘉妮，还有台湾很优秀的演员徐杰儿，还有就是湖南卫视非常著名的主持人马可，我们几位一起演的一个有关年轻人的故事。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其实它包含了很多友情啦、爱情、亲情，这些以往在偶像剧里面也许并不是那么全面的一些方向、一些角度，都在《微笑在我心里面》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现。所以希望呢，各位观众朋友或是各位网友们，你在6月27号的晚上10点可以打开湖南卫视收看一下《微笑在我心》。